声欢呼，开香槟庆祝。西班牙这间彩券行开出今年耶诞乐透头彩，业者开心得不得了，又叫又跳，就像是自己中奖一样。Ay, muy emocionada y estoy muy nerviosa, no me lo puedo creer. Siempre todos los años lo conseguimos y me faltaba el gordo por darlo y este año ha sido. 4 millones.孩子们高声唱出头奖号码。每到耶诞节前夕，西班牙全国疯乐透，民众会与亲朋好友集资购买俗称“胖子乐透”的耶诞彩券。今年总彩金高达25.2亿欧元，超过台币821亿。只要花20欧元（约台币650元）买一张乐透，就有机会将40万欧元头奖（超过台币1300万）带回家。头奖名额不止一个，这名失业妇女就是其中一位幸运儿。育有两名子女的她，目前领失业救济金过活，除了为孩子存教育费，还打算买新房子，并捐出一部分给教会。天降头彩堪称最惊喜的耶诞礼物。统计发现，西班牙民众平均花66.6欧元，约台币2200元买耶诞彩券，而在22号开奖这一天，更是盛装打扮祈求好运，希望一年的尾声有财神来敲门。华视新闻林芷阳、林玉山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